啊，有看要去买啥无？宝贝，土耳其在哪里呀？在心里的事情终于把它完成了。这两兄妹要去捐款了，去市政府那里。啊，有看要去买啥无？无啊，迄足济，过来迄边顺顺看看的。啊。过来迄边顺顺看看的呀。你食三杯，等下穿只嘛好吧。感谢台湾婆婆的出摄影。我本来也想跟的，但是呢要固电，先把碗洗了，然后再切个葱，切完咯。宝贝，宝贝 ，Where are you？ 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快！你们衣服晒了吗？为什么还没有晒？那你们先帮我把高丽菜拿，高丽菜盘。帮我拿10个高丽菜盘，然后再帮我衣服晒了。谢啦。接下来再做菜盘，为晚上定位的客人先准备起来。已经摆好盘喽，里面有14种不同的蔬菜，然后不定期的更换。好啦，准备迎接晚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为什么要戴安全帽？防止地震。又没有地震。这几天都在地震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是你在震啊？没有。你是哪里感觉到地震的？全身。全身都感觉到地在震。地震。是真的假的？我都没感觉到。真的、哦。你很敏感。真的假的？我都没感觉到地震。哎，去睡觉了啦。你洗澡了吗？洗过了。把你为什么戴两个安全帽呢？防止地震。防止地震戴两个安全帽有用吗？有。你知道最近有新闻说土耳其地震了吗？很可怕。你看到新闻啦？你跟你姐楼上新闻有看到、哦？姐姐没看，只有我看。你看到了？那你有准备要帮助他们一下吗？有啊，2000块。你要准备捐2000哦。嗯。你确定？1000。你想要帮助他们是不是？嗯。你确定？嗯。到底多少？你想一下。嗯，我现在都没不敢看那个影片，因为我看到我就想哭。那你要捐钱吗？我应该会吧。你要捐钱？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捐呢。我要去做一下功课。你要捐2000哦。哎，一千。你不是存挺多的了？过年过一个年存挺多的。我存了20000多。那你为什么这一次比较保守了？我需要钱比姐姐多。哦，原来你是有另外的想法是吧？哈，行行行，有心意就好了，可以了，你去睡觉了。拜拜，晚安。我现在还没下班，准备下班了，把桌子擦完就要收摊了。好了，待会再见。我说让你去睡觉了喂。太好了。睡觉了，你怎么还在喝啊？已经9点了，马上快10点了，睡觉了，晚安，好不好？才9:08而已。头发都油了，去睡觉了。陪我们。陪你们走，去睡觉。他走了。去上去。去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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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。不要喝了，喝多了尿床。晚上喝鸡汤补鸡鸡，晚上喝鸡汤补鸡鸡大大。哎，你这样子影片没法拍呀、啊。对。上楼了，你们被骂了。哦，没事。哎哎，我扯，走了，上楼。被骂，骂到没有。这是你寒假的功课哦。对啊，全部东西摆在那边了。你都做好啦？对啊。哇，看一下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都整理好啦、啊？哇，你真的很会整理耶！这是你的画，哎，画画那个表格好像没有填，对不对？填了。你自己填过了？嗯。这么厉害？你都不填的啊？我填完了吗？好像没有填完哎。你自己。哦，这个兔兔，这是用钱包，这是红包袋，对不对？嗯。红包袋自己做的哦。兔兔，哎，这边还有小兔兔，好可爱哦。哎，好像没有加灯呢。要装灯吗？不用啊。到底要不要？不用啊。不用好，那行。不用特别啦。
那行那行，那老师会额外加分，还额外加分，所以要不要等？这个画，这是寒假的画。我这个贴了吗？你自己贴好了。我这件作品在表现，这个是，我爸，我就会带我奶奶去，因为我怕她老人痴呆。你这点阿妈知道吗？阿妈知道这件事吗？五灾五灾哦，收收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我不翻，我不翻，我不翻。你不要笑，你的寒假功课书包带准备了吗？你在搞什么啊？走开！这是料理楼的，哇，好可爱哦！这是胡萝卜是你画的？没有，贴的。有一些是胡萝卜是贴的。哦，行，那很棒，青粘土做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行，很酷，很酷，超棒的。哎，拿去，拿去，收好，收好，收好。我喜欢太花俏。对，很赞，很赞。太丑。好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还有艺术，土耳其在哪里呀？土耳其在哪里呀？土耳其很远的地方。土耳其是个国家啊，土耳其很远，我也没去过。美国是美国，土耳其是土耳其啊。土耳其没听过，比中国大陆远。反正挺远的，你同学不是土耳其的吗？你有没有问他坐飞机要几小时？从台湾飞到土耳其。我也不知道。问他就知道了。好，你去问他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去过土耳其，但是我知道土耳其的石榴汁很赞。嗯，土耳其的石榴汁很赞。嗯，因为我知道吴凤，台湾有个吴凤，他在卖土耳其石榴汁。我喜欢。我愿意捐妈妈。你愿意捐多少？300。你捐300，好，行，先去刷牙了。我们，你下次明天把钱给我，我去想一想看怎么捐，好吧？嗯。哇，好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不会捐的话，你不能把我们的钱拿去那个买东西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是。我有拿过你的钱吗？有。嗯。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钱？以前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想我？我从来没有拿过你们的钱，好不好？而且卖肥皂的钱都是我贴进去的，虽然完全没有在赚，都是自己家洗掉了。我都没洗。那你没有洗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我没有，你们不要冤枉我，好吧？嗯。Tomorrow。嗨，现在下班了，我现在要去便利店。便利店现在改装潢了，非常的漂亮。这是什么主题的？史努比。哇，现在变超大的哎！熟食区变得好多哦，真的好想吃麻辣锅哎。不行，我要吃我自己家里的。那个土耳其的捐款，它这边有吗？是要怎么用？我一百八。是用这个吗 ？iPhone 吗？捐哪个单位的？捐哪个单位还有分哦？讲个啦。儿童吧。是土耳其，什么叙利亚？那就卫福部吧。零分。Later。已经完成啦！很简单我之前还不知道怎么捐，没想到用 iPhone 就可以了超方便的。要拿手机给小孩看，等他说被我没收了。好了，要在心里的事情终于把它完成了，准备回家。那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咯，拜拜，我们下一期见。我觉得我越来越像台湾人了。献爱心在以前会觉得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，但是现在在台湾之后觉得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啊，普通到就是你已经习以为常了。